好像跟我说了挺多话。这家大装修啊，开房了。我说这家大装修啊，哈。这家很换了，房子都拆了，你看。最近不是有钱呢。小卓说不是印度人，是南亚的，别的国家的。啊？这墙外墙都拆，是不是？外墙也拆。我这水泥墩子抠出来了。哎呀！做四大扣。啊？这房子做四大扣得钱了吗？四大扣就那种墙面。类似这种，对，四大扣就一种墙面的土那材料，像水泥似的。咋使劲挖？什么大哥？是跟他修理啊？啊？是跟他修理啊？哪个？这个？是男车。哎呀，猴哥真是干活的命，咱俩干活哪不下雨？回家吃饭去了，家没下雨，这块下雨。哎，这张大收拾呢，你看，哪个树？这个树啊？那边几个工人在拆墙呢，车库里都在拆呢，这家要大装修。你过来来。没放东西啊？那不那个都是板子都插龙钉上，这你石头你不给你踢吗？这石头我来踢边上。不行，你跟他说不要让他放那块砖上。我啊？我人家说咋了？我给他。哪一个车要挪呀？这个车得挪了，这个白车。嗯。现在砍了。马上就砍了。嗯。你别录了，还录啥？把车开到这儿来，直接砍这个树。你是脚
底下拿一拿，卓底下这东西，哎，行了行了，中午。我上去砍一砍，砍一砍再拉。过来锯那油呢？给车站油。刚才那车咱推车推的东西呢？油还在后面，没推出来、啊。都推着，所有东西往车上走。哎呦，这事儿呢，看不着，你看着吗？这门刚才没关呢，都一个都瞅不着。我搁前面来的，没出来。哎，你想这车，你看这咋回事？这老太，这老，王的配个车 ，OK， 哦，又是斯里兰卡。这老太太是斯里兰卡人。斯里兰卡又说斯里兰卡。哦、oh, ，I know 斯里兰卡。哎 ，and China neighbor country， yeah， yeah， 嗯。装扮。Good。就咋装吧，就搞表上。That's working this right? Yeah. Yeah. Good. Clean yard and cut tree. Oh, cut the tree. Oh. This your neighbor buy new house. Yeah, new house. Yeah. Yeah. Her, yeah. Yeah.大水也不要了是吧？ Yeah, OK。这老太太看我录像呢，过来要跟我录像。Yeah, 对，this is my husband。嗯。Yeah, good. Yeah, thank you.再去看，走的时候再去看吧。不是，咱俩种完树杈就走了。哎，好，我没有时间了，我要给猴哥把梯子。好 ，Thank you， 哎 ，Thank you， 哎 ，Yeah， because I help my husband， yeah， husband cut tree， OK，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老太太也是岁数大了，没人说话呀。哎呀，老年人真是孤独啊。跟我就是聊不完的聊，又要给我倒咖啡，又要倒茶的。把绳拴那就行了吧，一天。这老太太还站着瞅呢。老太太又问小卓喝不喝茶，喝不喝咖啡。